常想给大家带来一个最近非常火的一个节目中的一个妆，就是最新一期的《乘风破浪的姐姐》中张雨绮的一个表演妆容，我觉得非常的好看，所以今天我想给大家带来这个号称是人间鹦鹉的妆。那么如果你感兴趣的话，就请接着看下去吧。首先呢，我们上一个比较清透的一个粉底，因为我感觉她在节目中就是那个妆感呀、是有一点波光粼粼的感觉。然后以防万一，我说一声，就是我这个妆仿妆不仿人，因为长相差太多了。 OK， 底妆到这里就上完了，然后接下来呢，我们上一个眼妆。为了节省时间，我已经把我左边的眼睛画好了，然后你们应该能看这个对比，就是这个差别还蛮大的。然后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来看看这个眼睛是怎么画的。首先呢，它这个眉毛其实是偏那种灰棕色的，所以我们先用染眉膏把我这个本来的眉毛给染一下色。染完色之后呢，我们再用这个眉粉把边缘描一下，因为它的眉毛是偏平眉，所以我在边缘处要把我本来的眉形稍微修改一下。在画眼影之前呢，我要用这样一个就是像双眼皮的一个胶，然后稍微的就是把我眼部后端的双眼皮让它更明显点，因为现在我这个内双就一只眼睛，后面基本上也是看不到的。然后我觉得张雨绮她的眼睛是前面窄后面宽的，所以后面的双眼皮要放大一点，这样才能跟她的眼型比较相似。这样的话，我的双眼皮虽然并不是一个平行，但是它后面就是比之前稍微宽了一点。我特意还买了一个新的眼影盘，为了画她这个妆，因为这里的粉色特别全，就比较符合她的那个粉色色调。就她这个眼妆，其实前面和后面加深了，然后中间，是带那种提亮的。画睫毛一样，用红色在眼睑后面这块画出一道一道的形状。用一个红色的笔，我们现在来开个眼头。就是他的眼睛呢，前面是非常细、非常窄，而且非常长的，就是跟我本身的眼睛形状差的还是比较多的，所以我只能尽可能的，就只能尽量能开多少开多少。然后在眼睛后面，就是刚刚我们用红色画的道道那块再加深一下。画这种像红色睫毛的道道就会显得比较的妩媚。用这样一个黑色的眼线胶笔，然后我们把前面刚刚开过的那个红色眼角上面再加一个黑色的道道，这样的话就会显得这个眼角更加的长，然后更加的就是锋利一点。有没有觉得这样的话，你开眼角，就它也显得更加的真实？再画个眼线，然后眼睛就像我刚刚说的，它的眼睛是前面窄，后面宽的，所以我们前面的眼线会稍微画的就是更细一点，然后后面去加粗。然后我用眉粉里面的深棕色去晕染一下我刚刚画眼线的上部分，稍微连回来，然后把眉毛这里亮。然后这个也是我专门为了画今天这个妆买的，它这个细闪真的是非常的闪。然后这个妆最重要的就是在眼睛下面和上面的这个提亮，就是紧挨着你的下眼睑点。然后在眼睛上边刚刚已经提亮过的地方再点一下。
就可以眼睛到这里就画完啦，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画脸上其他的地方。然后腮红呢，我还是用跟我眼影一样颜色，所以我就直接就是在眼影盘里用它。然后需要注意的是，它这个腮红是直接从眼尾处这样延伸过来的。然后我为了缩一下我这个长下巴，我在这个。最后呢，高光我还是用这个比较自然一点的，它是额头上。整个鼻子。然后还有这个位置，这应该算苹果肌的这个位置。我不知道它那是舞台效果反光还是怎么着，反正它这个妆感觉这边特别的水光，也可能是出汗了。为了让它更有波光粼粼的感觉，我再叠一层这个唇蜜。OK， 我这个妆就画完了，然后接下来我们来做非常重要的，就是它这个造型。我把头发卷一下。头发有点问题，就错过了，因为我头发发质太差了，所以卷发有时候都卷不起来。这样呢，先大概卷一下，然后我们要扎一个半马尾。我如果马尾的头发多一点，我下面头发就快没了。如果我马尾的少一点，就能看出来。你们能看到我的发量就是如何的少吗？我们戴上一个小蝴蝶结，在这儿。这个妆到这里就完成了，然后你们请忽略我这个头发，我这个头发我真的就是因为发质太差了，只能这个样子了。但按理来说，我觉得它应该是就更卷的，然后头发肯定就应该是更多的。然后这个造型呢，整体上来讲还有点非常值得注意的，就是它为什么叫鹦鹉妆呢？就是因为它这个眼妆虽然是偏红色粉色系，但它的衣服肯定是得要一个绿色的，这样才能叫鹦鹉。所以就如果你们也喜欢这妆的话，就是到时候化完妆不要忘了一定要穿一个特别亮的一个衣服，才能凸显出这个鹦鹉的感觉。你的手交叉在我手中。